We thought the dust had settled, but apparently not. An unidentified man has sent an email to Jack Neo and threatened to release a sex VCD of him and Foyce Lim. So, Le Xuan, 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已经报警了，对吗？ 对，昨天已经报警了。所以为什么你会那么匆忙的就想去报警呢？ 因为其实我接到记者的电话过后，我回应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放了电话，我就马上打给我的这个case的 IO， 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其实在我早上的时候就要过去那边跟苏碧月谈，对，就是尽快报警，尽快对，但他们在早上的时候也就赶紧跟我说取了那个。 记者给我的email，然后就跟报馆记者拿了那个照片，还有就一些 evidence。然后那照片你是有看到警方他们放大的那个 version 对吗？那女生你觉得你是认识她的吗？我有看到，可是我只可以说那个女生不是，我不能够说那个女生。是不是认识的？对，就是有可能是你见过的其中一个人。这个可以不要回答吗？对，因为其实那个照片是挺 confidential 的，然后就有看到就是整个画面，然后是很清楚也是很亮的一个照片，不是像报纸上的，就是 mosaic 掉，然后很模糊这样子。 其实脸部是看得清楚的，然后脚和整个身形都看得很清楚 ，even 那个 skin tone 也是看得很清楚，对。只可以确定不是你自己。对。上一次有收到那个电话的恐吓的时候，你是说你心中有数，那个人有可能是谁？应该是有好几个，因为声音是有不一样的。 虽然他们的声音有伪装，然后最后在二十六号，after我报警过后，又有多一通这样的电话，然后那个人又是用正常的声音跟我通话过后，然后 pause 5 seconds，然后发出就是性骚扰的声音。然后我就看到你 post 那个 comment 的时候应该是3:20多， <Okay. S 1> 然后下一分钟就有另外一个人 respond to your comment， 然后再下一分钟又有一个人 respond to your comment， 所以你是不是常常都有很多这些人很关心你的行踪？对，像昨天看到的那个报纸的头条的时候，有些supporter就很激动。 有 message 我说会把报馆烧掉了。这 supporter 是你自己的朋友吗？还是他们是事情发生了过后才变成是你的支持者？大半部分的回应者，其实如果你有看的话，都是教会的人，教会的朋友。对，他并不属于我同个教会的，因为其实 在这之前，我有去过好多不同的教会，然后share我的 testimony， 然后也有唱诗歌，因为我有 release 过一个 gospel album， 然后所以当我去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，那些教会教友应该就是认识我，可是我并不是跟他们有接触真正的接触，可是就是在 Facebook 会给我一定的鼓励，他们就会。 像 give the words of God 咯。对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基督徒的呢？在1年半到2年前，其实是因为我的就是专辑的 vocal producer Nicolai，他就去世了。然后在他的丧礼的时候，我跟几位圈子的朋友就被邀请到 City Harvest。 然后当我一去到的时候，第一次的时候我就 react to the auto call， 就因为 touch by God， and then 就继续的服侍主。你的 Facebook 上面同时也是有写到你跟你的男朋友分手，你的男朋友是教会的朋友吗？